主料：排骨500克，花生米100克，萝卜300克，绿豆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酱油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排骨准备好，将排骨洗净，锅中烧水，放入姜片和排骨，再放入花生米、绿豆，煮20分钟，然后放入萝卜、盐、酱油，煮15分钟就可以。烹饪技巧：文火慢煮40分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